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我们的航班已经安全飞抵目的地，欢迎回家，祝您一路平安。王子明日光，疑是地上霜。福建福州人，来台湾五十多年了。我来台湾将近30年，来台湾60几年。我们西安现在变化真的是太大太大了。我很想念我们的家乡的湖南的味道。想家乡的风味的时候，就做做面呐。中秋节是最想家的时候啊。爸妈，我想你的，我太想你了，我会找时间回去的。期待我们。乘着风去流浪，却永远像个孩子一样，给乡愁贴一枚小小邮票，远游的人别来故乡，也许一句问候就可抵岁月漫长。月光如水流淌，心里柔软的地方，当我走向你的时候，花也悄然地绽放。月光如水荡漾，记忆在深的里悄然的绽放，月光如水荡漾，记忆在深的地方，悄然等候的时光，就不再是流浪，悄然等候的时光，就不。